来，我讲一个概念，这林宇轩来开出来。大陆林宇轩跟我们联络了，他今天有龙传鱼吗？大陆林宇轩有跟我们联络了，来吉林，来现在刷一本彩排，先玩公布了。这个林宇轩有跟我们联络了，他现在办不过，我现在用关系帮他办。林宇轩啊，要跟馆长对打，这个有私讯我们的，来新的声音讯息开出来，有私讯我们的，他大陆办不过，办不过，来我用关系帮他办，来。他护照在大使馆，因为他是留学。来。林宇轩啊，林宇轩啊，来，林宇轩啊，来，你用翻拍的，用转拍的，这样比较清楚。来，你翻转，转来，用黑白来。安尼，刚需要开闪光灯，这样子不用。来，你看，你念，为啥开始念？我现在，较大声。我现在被莫名其妙的台湾人举报，其实。塞林贵耶，现在莫名其妙的台湾人。林老师咧干，伊也使讲莫名其妙台湾人，家己办美国，你讲台湾人唔对。对，来过来。其实交流而已，没必要这样子。而且别人骂他，他也以为和我一起的。虽然认识他们，但并无太多交集。来，阿姨第一句话，你等下发生讯息而已。是。你第一句话。你到底发生讯息而已。是。你阿公什么莫名其妙台湾人？是。像咱怕是伊呢？是。不是咱像伊怕呢？对不啦？伊像咱台湾人怕呢，不是咱像伊怕呢，所以莫名其妙台湾人。是。你到底发讯息而已。好。叫他这句话收回去。是。搞不清楚状况。是。办不了台湾，要叫他怎么办呢？是。来。过来，过两个。对，是这个，因为现在任哥有透过关系帮他处理，然后要处理他的护照。我叫护照拍给我们。对，然后他的护照在大使馆，因为他是留学的，对，然后他在办理别的签证这样子。啊，声音讯息有啊？有，在下面。来，护照开始绑。第一段。那个他还需要护照吗？应该是直接申请入台证哎。我的那个护照，我估计还在要在我开学之前才能给我。因为我在外面留学嘛，对，那留学生要开学才能给。我这边也是专业的人士，这个是从来没有用过护照的。用你要是说把身份证拍过来什么倒是有可能，把护照拍过去好像从来没有。我这边的这个是专门给那个大陆的政府人员接待去台湾的，他们办的肯定更专业，但是因为有人举报我，所以我现在我搞不下来，他们一直让我补资料。来，我把翻转。来，这是林宇轩啊，来林宇轩啊，来，林宇轩跟显贤的对话记录啊，来林宇轩跟显贤对话记录，来没关系，来，你办不进来没关系，我用关系帮你办，来帮我刷一整把爱心。帮我刷一整把爱心，来。是。你问他有没有微信？是。你可以跟您金三丫对接。好。加微信。是。微信跟你们金三哥对接。是，没问题。我已经叫那个传直销工会来，叫我们金三哥找秘书长去帮他弄。是。帮他弄，发邀请函给他。是。啊。来 ，OK。你跟微信交换姐。是。加微信交换姐。啊。我讲姐谈北维。社会书怀个第三分力吧，来，那一天看新闻，来帮我刷一整排，谢谢，来帮我刷一整排心。那一天看新闻，我相信他有看到了。我讲有文，讲出我做到，讲出去我就是做到。我台联讯讲，你别来台湾，武术交流我们很欢迎，非常欢迎，打赢打输都没关系，都是条汉子。你来台湾，车大交通全部年轻人处理，我公搞做搞，我公搞做搞。来，你现在没关系，你办不进来，我尽量帮你办，我用关系尽量帮你办，办办看。当然简单。刚刚那一句话要给我收回去。你来跟我讲，说连千一董事长请你把那句话收回去。什么莫名其妙台湾人？是你找台湾人打，不是台湾人找你打。是他先挑衅我们的，你懂吗？啊，他先挑衅馆长嘞，他可以这样吗？
从头到尾，从头到尾，人家馆长没有讲半句话，从来都没有。我讲空大话，我不帮谁讲话，我从来不帮谁讲话，也没有政治立场，都没有。我没有政党的立场，没有政治色彩，啊、哦，也不讲帮谁讲话都没有。我讲空大话，主头告白，就是恁，少人要比划的，少人要相拍，少人要拍滚的。你可以讲莫名其妙的台湾人吗？可以吗？不行，这句话不能收回去。啊、哦，我讲坦白话，敢袂使呢？啊，来，我连千一公告做搞，伊也台湾大吃哦，吃大交通啦，吃住交通啦，全部我处理啦。住五星的饭店，阿法保姆车带配司机，我说到做到。他来台湾几天，我就叫人家来载他几天，啊、哦。我公告这个稿，一诺千金，对不啊？来刷一整排爱心，来现在刷一整排爱心。苹果 iPhone 显示一到五千，发展一送三万，抓最多分享的人开始分享。有人分享一次拿不到，分享五次就拿到了，开始分享。有分享到各大社团加码多送一万，开始分享，对不啊？你讲莫名其妙的台湾人干不啥呢？干不啥呢？对不啊？是你约台湾人打拳，不是台湾人约你，不能讲我莫名其妙。你懂吗？把这句话收回去，啊，来者是客，我们都欢迎，来者是客，我们都欢迎，但不必要的话就不要讲了，不必要就不要人讲了，你懂吗？年少气盛，练武的人要有武德，要有口德，你懂吗？哇，不是说哇，啊，你年轻，哇，一个人哇很会打，很多冠军，你就觉得很厉害，不是这样子，啊，人越强要越谦虚。稻穗越种越低水，你懂吗？我不骗你的，人不要有这种心态，哦，不要觉得哎、欸、拿了几块奖牌，哦，就很简单，讲话可以从鼻孔出来，高伟赛会比刚出来没啥呢？但这两位啥呢？你了解不？你又有实力，要像叶问先生一样，越有实力要越谦虚，你越能打，越能打，你要哎、欸、越保守越低调，要么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是伤亡。你懂吗？不是像那个阿斯巴拉的吃屎哥，来，什么永生犬啊？啊，啊，阿卡叶啊，喂什么？喂养羊啊？啊，泰山家庭啊，卖只穿黑啦，真正人叶问才是永春啦，你也不是啦，你什么猴犬啦、啊，阿斯巴拉犬，对不啊？来，爱记来帮我刷一层爱心啊！所以我在讲一个概念，对不对？真的练武的人要有口德，啊、哦，不要去搞这些事情，啊、哦，阿练玉选手跟我们联络了，啊、哦，我请人用关系帮他办办看，啊、哦，能够进来的话，来讲正常的武术交流，啊、哦，输跟赢都没关系，都是一条汉子，啊，不要在那边啊、哦、说台湾人怎么样了，啊、哦，大家都炎黄子孙呐、啊，都炎黄子孙呐、啊，你懂吗？不需要讲一些没有必要讲的话了，你懂吗？哦，卖功我怕啦，全世界光棍们赶快起来啦，全世界冠军不是只有你一个啦。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，你没有办法办，我就尽量帮忙你。来吃住交通，我尽量帮忙你。我能做到就是这样子，我能帮忙就是这样子。OK， 啊、哦，你大概不好意思了，这届概念啊、哦，来，过来。所以我一直在讲，啊、哦，多余的话不要讲，你懂吗？不要讲没有营养的话，不要交没有经济价值的朋友，你懂吗？我把你骗啦，连以前你台湾没什么朋友，我知啦。啊！你台湾我要实在话了，对啊，实在话啦，你这个同关就好拍。你连玉轩来台湾，实在就一个连千亿啦，对不啊？哦，要资源有资源啦，要人员有人员啦，对不啊？要什么帮忙，我就会使来斗三工。只要你啊、哦、来台湾喝水，来台湾，台湾人都很客气，台湾人情味很好，最美的风景就人情味。来者是客，我们一定会给你好脸相看，啊、哦，给你笑容。你来，喝来喝去，啊、哦，大家互相小受民主，我觉得都 OK 啦。啊，如果来，还继续要在那边诶、欸，对不啊？大言不惭，哦，在那边把自己抬得很高，这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，好不好？年轻人不要有这种想法，你了解不？全世界冠军不是只有你一个，好不好？要记得，啊、哦，做人有实力，大家都知道，谦逊一点，保守一点，啊、哦，你懂吗？哦，也不用太过于低调了，刚刚好就好了。人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，也不要把自己贬得太低啊，刚刚好就好了，你懂吗？
谦虚中带点霸气，你懂吗？不要过于谦逊呐，过于谦虚叫做矫情呐，叫做造作啦，你了解不？啊，叫做做作啦。哦，人谦虚要带点霸气，刚刚好就好了，你懂吗？哦，不要过分的谦虚，那个叫做虚伪，好不好？要记得。哦，来帮我刷一整排爱心给林奕轩，刷一整排爱心给他。远道而来，来者是客啊、哦！我说到做到，来台湾吃住交通全部我妈杀，全部我处理啊！劳民可辱啊！来，二啊，来刷一整排爱心，来归档归分啊！9:43，来劳民可辱啊！来刷一整排爱心，刷一整排爱心啊、哦！来，很出息，来1-5000，1-5000啊！过来，待会送苹果 iPhone。还有发财用3万刷税都分享的人，开始分享，有人分享一次拿不到，分享50就拿到了。开始分享，没有设定中年轻想金看不送，没有到粉丝的蓝天精品按赞的，还有分享我们自己贴文的，一律不送。开始分享，来帮我刷一整排爱心，哦，来有分享到各大社团朋友，加码都送1万，加码都送1万。开始分享，来分享粉丝上个人点数限时观看。